录影的。你现在录影？现在录影。我还要做旁白。为什么要做旁白？你要讲。用职业教授上面都会写。今天跟嘉欣来二回首喝下午茶。没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开始看二回首的收招，看一下，因为他这边我没有拍过，知道吗？气氛不错。这个到时候泼上去，大家一定问说：“这女的是谁？这女的是谁？”我就说是我朋友，不用再解释太多。不用再解释太多。你刚刚讲的话都录进去哦。没有，只是讲说朋友这样子。